如果我做错这件事情，我该承担的我就承担，就像我对大家的这个承诺一样，我该承担我就承担。那个东京的航站本来是有同意，因为基本上来东京的这个成田机场是11点宵禁的，那昨天因为大风的关系，所以呢他们同意到12点，后来又同意到12点半，那我们的主人大概是12点07分到，我们本来是认为是 OK 的，可是后来航站又反悔，他说他12点就要过，所以才造成后续旅馆安排本来要让你们出去住旅馆的，可是海关说他下班他不干，所以今天才变得很尴尬的这个状况。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都不能接受，所以我整晚也没睡。如果我做错这件事情，我该承担的我就承担，就像我对大家的这个承诺一样，我该承担我就承担。那个东京的航站本来是有同意，因为基本上来东京的这个成田机场是11点宵禁的，那昨天因为大风的关系，所以呢他们同意到12点，后来又同意到12点半，那我们的主人大概是12点07分到，我们本来是认为是 OK 的，可是后来航站又反悔，他说他12点就要过，所以才造成后续就是变成，但后来又旅馆安排本来要让你们出去住旅馆的，可是海关说他下班他不干，所以今天才变得很尴尬的这个状况。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都不能接受，所以我整晚也没睡，所以我就赶快，因为这个飞机等他还要赶快回去之类的，怕他再飞。